裴君老师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录影现场了。对啊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？哦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介绍关于这个孕妇妈妈们的这个产前、产中以及产后的保养的一些讯息分享。嗯，所以今天讲是妊娠纹吗？对，因为呢，这个经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讯息搜集，发现到呢，妈妈们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。为什么会有妊娠纹啊？对，妊娠纹大致上呢，有80%的妈妈都会遇到。但是呢，其实会产生妊娠纹有几个原因哦。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遗传，比如说你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，有出现妊娠纹，那么你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会有妊娠纹的现象。那么第二个是你本身体质就是代谢比较缓慢的人，也可能会产生。第三个是你在怀孕期间这个急速的肥胖。就体重快速的上升也是造成这个妊娠纹的一个原因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你本身哦，我们的肌肤弹力就比较缺乏，那它也是会造成妊娠纹的一些问题会出现的。原来如此。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妊娠纹呢？那我们就是要依照刚刚的这些问题来做一些解决嘛。比如说我们要有适当的饮食啊，保持这个体重不要太快发胖啊。如果当你怀孕之后呢，想要这个避免产生太多的妊娠纹的话呢，我就建议你哦，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预防妊娠纹的护肤品。那么已经产生的一些部分的妊娠纹呢，我们也可以在产后之后啊，再用这个相关对应的这些消除妊娠纹的保养品，然后加上适度的按摩，然后运动以及均衡的饮食，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些的困扰。所以一定要试试看哦。谢谢凯君老师。谢谢，拜拜。